场列队军歌欢迎，到金门市大进场，支持者旗海飘扬。毕竟延后一个礼拜，终于等到韩国瑜踏上金门土地，准备好好倾听在地心声。在中央，金门人绝对不能缺席。一个好的立法委员，代表金门乡亲站在立法院，监督行政院。林玉珍委员在立法院大声疾呼，大力的争取，为金门的建设发光发热。拉票之际，不忘融入九二共识和金门观光政策。韩国瑜用力称赞，大大替陈玉珍拉票。而经过夹门事件，远航停飞，终于盼到韩国瑜站台，恢复元气的陈玉珍更是从头到尾韩国瑜身旁连屌屌。金门乡亲热情更让韩国瑜动为屌，临时决定再增拜庙行程。韩国瑜动身，陈玉珍动身。快闪金门，乡亲热情依旧不减，更招呼韩国瑜体验三十年道地小吃《舌尖上的金门》，从肉燥干面、肉羹面一次大快朵颐，就让韩国瑜吃饱饱，回台湾继续拼。齐天之旅从南跑到北，这回穿云箭射向金门，也当母鸡拉台陈玉珍选情，带起气势，一鼓作气冲进2020。记者金门综合报道。